儿。你知道的？什么就我知道的？大姐她怀孕这个事儿，你不知道？如果我不让你回来，你就不会出事。于立凡，如果有来生，我还是愿意见的，愿意让你骗我，欺负我一生一世。周一至周晚间8点，中视真爱巨献《滚滚红尘》。